你妈叫你回家吃饭。不用的就不用拿了嘛，家里有。家里有油啊？相信我，家里的油根本不够。我等会儿就给我们团员打电话，让他们接我回家。朱南，收尸，收尸。干杯。这个太阳真可以。愿你们往后的路勇敢地走，大声地笑，去惊喜，去酷玩，去魔力，去做你自己，去完成梦想之事，无论大小一样珍贵，去守护家人身旁。对面的兄弟们，我来了。孤单时可牵手，黑夜里有灯流，去穿越世界的迷宫，不慌不怕，慢慢走，去找到爱和被爱的宝藏，请相信自己值得一切美好。谢谢你们见证我们的成长，谢谢你们参与我们的青春，谢谢这个让我们相遇的温暖宇宙。不要哭，拍拍头，未来的路我们帅气的走好吗？